算，它是防钩丝的，但是非常的好玩啊，你用力的话它会破的啊，宝贝。没错，三号看看，三号的是我腿上的这条哈，它是有白色的、黑色的。现在我脚上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脚尖是一个加固款哈，对吧？左边的话穿的也是加固的脚尖啊，宝子们，也是加固的脚尖的。五号链接没法上身，五号链接上身就疯了。点点关注啊，宝子们，一定要点点关注，不要让我们就是说念了这么半天，好关注又不花钱，对不对？是的，点个关注，然后没事还能和我们聊聊天，还能来看看美女，看看腿，养养眼，对不对？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这个五号链接啊，里边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小蝴蝶结的一个款式啊。手里拿的是口罩吗？不是啊，是丝袜啊，是丝袜。你想当口罩我也没有意见啊，宝子们啊，做的是一个防掉袜的一个设计，而且是双层的这样的一个防滑条给到大家来的啊。也就是说只要第一次穿上身的时候去整理到啊，过后续是不需要咱再额外的去整理了啊，宝子们。左边这个是真喜欢，它1.8米，直接冲就完事儿了，冲它腿上的那两条。对，冲这两条，我们的一号链接和这个没有链接，和这个二号链接啊，和这个二号链接。我以为它腿这么白，它穿了我们的二号链接，结果我一摸啊，我腿上是二号的一个肤色啊，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滑溜。是的，一个一个来哈。好，没有拍的话赶紧去拍啊，赶紧去下单，不要等主播去 cue 你啊。我们也是说快要时间过也越来越快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就要说再见了啊。所以说下单了我们给你试穿，不下单的话就不试了啊，宝贝们。身高各不相同哈，我1.6米、1.7米和1.8米，你可以猜一下林宝宝。你都点完了，你让人家可以猜一下具体1.6米、1.7米和1.8米啊。看下单后上门安装的宝宝先下单哈，下单后你可以试一下我们。感谢你们的关注哦，感谢我们新直播间老板们的关注，老婆点点关注吧，感谢点点关注各位老公老婆们的关注，谢谢你们。深咖色暂时没有上，后续会上了，宝宝。1.67米、1.73米，然后这个是1.80米。无意味不下饭啊，不一定啊，宝子不好说。小钢炮点点关注，加个粉丝团啊，再说别的，点个小黄小猪吧。是的，没有点关注宝们一定要点点关注，不点关注下次就找不到我们了，好不好？然后没事的话和这个朝朝暮暮扭扭我们一起聊聊天还是很不错 的对吧？没错，给大家站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直立的一个效果，全新不要 QWQ 点点关注加粉团灯牌啊，看一下我们直立的一个效果给到大家来的，是不是要往那边窜出来？往这边窜一下。对，你不用，你回来，你再往外窜的话就没了，出来了，就出来了。对，给大家往前吧，往前我最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个直立上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的，看一下，然后也是。主播腿上啊，昭昭腿上是有这个我们的二号链接的一个肤色的款式的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木木腿上也是啊，都是有加固的。它的隐形啊，更加的隐形。试试凌晨说晚安，我叫昭昭啊，我叫昭昭，他叫木木，然后这边的宝子叫牛牛啊。然后也是啊，给大家看到了一个我们丝袜的一个上身效果，旁边是不是有个狗在叫？没有，我跟你讲，汪汪。好，我们的这个主播的这个肩上的，这是我们的五号链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五号链接来的啊，宝子们，看一下我们的上身的一个效果啊，整体站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的。是的，我们的凌晨说晚安，你想看我们的几号链接啊？给你展示一下。是的，给你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质量，脚尖有加固吗？脚尖是有加固的，二号是有加固的啊，宝子，一号是没加固的啊。一号是没有加固啊，宝子真不错呀。是的，没点关注的宝子一定要给我们点点小关小注啊，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灯牌，后面没有办法看我们的一个效果啊，宝子。是的，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一个效果的啊，因为看后面的话就会被封啊。是的，是的，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宝子一定要点点关注哦，因为没有拉好哈，他这个没拉好，没有拉好，给大家撑开，看到了拉好的一个效果，因为你看到它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在这儿的啊，其实是应该是在这儿的，但是因为我们只穿半条腿，没办法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拉伸。
是的、啊、能够看到它拉匀了之后就是漂亮的了，因为你这个东西，我们的这个腿长的话，对吧，我要是不拉好的话它也是不均匀的，对吧，嗯、啊、所以说只要给它拉好就没有问题了啊，宝子们。嗯，每天几点直播？我们明天的话呢是11点钟直播哦，记得点我们的小关小猪，然后我们开播的话也是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宝子们的。是的，尤其是加了粉丝团灯牌的各位宝子们啊，加了粉丝团灯牌的各位宝子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得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个通知的啊，宝子们。嗯，左边的真 crazy。好美，是的，我们左边的美女的话很高哦，5.80米的也是很高哦。第三个，我们的木木，对的，嗯，腿色不一样，对的对的啊，我们的这个腿的肤色也是不一样的，冷白皮的呀，或者说是这个黄黑皮的和偏红一点的这个肤质的都是有的啊，宝子们。嗯，抓紧时间啊，怎么想看几号链接跟我们去说哈，朋友们。啊，是的，没有下单的宝子一定要抓紧下单啊！然后，有的宝子说在咱们这个木木的腿的颜色不一样的宝子啊，木木给大家解释一下。没事，我应该是我穿了红色的衣服啊，宝子。嗯，对，是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话是红色的，所以说是衬着我们的对这个腿的话呢会更加的这个红一点。但是正常如果穿的这个白色的衣服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冷。左边叫扭扭，左边的叫扭扭啊，扭一扭的扭扭啊，宝子。嗯，还有一个捏捏是他的搭档，但捏捏没有来，我们是朝朝暮暮，他是扭扭，还有一个捏捏还没有到啊。是的，过后的话你们可能会看到我们的捏捏，也是很不错，很漂亮的，美的对，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啊，宝子们。哦，全是男的不一定吧？没有女生吗？有没有女孩子扣个一？姐妹们把一扣起来啊！姐妹们给这些人看看，我们直播间是有。对呀、啊，不能400多个人全是男生。你看，是有姐妹的，是有姐妹的。我们的 RESUS17还有我们的露露，全部都是女孩子。我们直播间是有女孩子，是有姐妹的。女孩子这么可爱，怎么可能没有女孩子？就是啊，我跟你说，就是女生大党，我们占女生大党。我们465个人，你看阿波罗米也是女孩子，扭扭多高啊？看着跟扭扭差不多，买丝袜都掉。扭扭1米8，你1米75，跟这个木木身高是一样的。看我，对他不掉裆，他穿着不掉裆啊，宝子。嗯，1米73穿着是不掉裆的。嗯，是的，资料都是男的，真的假的？我们天淼的话，天淼不是吧？不是女的吧？哦，对，他查扣二二，没反应过来。哦，全是男的，这个张宝说全是男的，也不至于吧、嗯，也不至于吧，也不至于啊，宝也是还是有扣一的，对不对？不能500多个人全都是男的吧？518个人没有一个女孩子吗？哦，康师傅对他拍了好几个了哦，拉着好累哦，还好吧，还好。哦，517个人，真的没有女孩子吗？有女孩子扣个一，男的量给女的穿，对。那梁山伯，你会买给你的女朋友穿吗？信我，有一个女的算我输。我们三个不是女孩子吗？就是。你输了，赶紧去下单。蓝山让情侣款的，对的，买他个2条回去，一人穿一款。一个男的都买了5条，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下单啊？赶紧。是在我们直播间下的单吗？你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我们就哇哦，感谢风声哥哥的下单啊！我是单身，好啊，啊，可以的，北国之春可以买给女朋友，给情人都是可以的啊。穿回去的话，他绝对会更爱你的，你们两个绝对会有更多的新鲜感的。去拍我们的一个2号链接啊，宝子们。我们的话呢也是啊，马上还有。分钟就下播了，没有点关注的宝子一定要。小关小猪抓紧时间点起来哈！527个人，我们买上套头上去能用得上，对的啊，很遮瑕。好、哦，那你还不赶快？冲我们家的2号链接。北国之春，我看你不下单的。去冲我们的2号链接哈，哪款都可以，我们的卖油果不卡。哪款都可以，1号到5号都可以完美包裹住啊！是的，是的。感谢九鸟指一尺的这个分享啊！享刚进直播间的宝贝，抓紧时间把小班小猪点起来哈！偏偏找不到哈，下播之后要睡觉了。是的啊，明天11点钟我们还在这儿哈。嗯，没点关注
了赶紧点关注啊，我们马上下播了，1:10准时下播。好，已经1:10了，给大家10秒钟的一个时间，10:09啊，仅此而已。肤色黑色，看一下脚底。木木讲一下款式。菠萝蜜宝宝想要看哪个款式？那你就下一个单吧，下单了我们给你讲好不好？因为木木是想要看我、木木菠萝蜜是想要看木木腿上的这个款式吗？在我们家的2号链接，肤色款。对的，2号链接的舍身肤色的海宝宝。如果说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去冲一波。下单之后我们要下播了。没有人下单的话，我们这边就给大家下播了。是的，我们就要下播了，宝贝。有下单的话，10 9 8 7 6 5 4 3 2 1好，拜拜，拜拜。